美国前副总统钱尼的新事。美国前副总统钱尼上周六接受了换心手术，终止了大家认为他其实根本没心没肺的传言。钱尼的家族发出声明说，不知道捐心的人是谁，但是他们将永远心存感激。现在大家应该很好奇他旧的心脏怎么了吧？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！呜呼！